污秽不堪。不说很好，依你其实多容易，仔细看了一下，是挺难看。陛下，别吵醒父子。我的衣服呢？回陛下，玄机夫人吩咐欢宜所的工人拿走了。那我的乾坤袋呢？玄机夫人怎么会管衣服的事儿？小芝，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玄机夫人吩咐，若是陛下问起那个袋子，就说是在换衣的时候弄丢了。好你个玄机！哎，陛下，玄机夫人这是为了您好呀，您整天带着一袋子暗器，与理不合。你怎么偷走的，我就怎么再偷回来。